我们现在是在大屯安部停车场，我们今天要去哪？三十家。三十家。哇，一个秘境啊，往三只家西风的路线。头要注意不要撞到哦。树根会滑，要注意，不要踩树根。哇，好热闹的地方，后面可以看到一些遗址了，看到没有？嗯，这里啊，就在这里啊，旁边这里就是那个啊，你看博坎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这就是三只家那边上面身上有、那個、不是，可是那个不是啊，可是有那个啊，我在这啦，秘鲁就在这。有没有看到？哇，这怎么现在看起来比我那个时候原始这么多哦？竟然变成这样子了啦！啊？哇，这才几年而已，现在整个荒废成这样，要整理整理。这是它的壁炉，你看下面有一个那个烧火的那个，有没有看到？来啊，我们一起。在看猴子，应该是，是不是？对，应该有可能。